大年初一啊，梗係要同大家玩啲遊戲啦嚇！喺我身邊都有啲玩得之人喎，喂，左手邊最左邊，高文仔，同大家拜個年，即係年初一啊！大家身體健康，身體健康最緊要。咁啊，你知唔知嗰個玩咩遊戲啊？今日玩呢個捉網球啊，用足球玩嘅網球。其實你都係想喺網球場度咧，即係拉近翻同啲職業足球員嘅實力啫。你都知道今日你嘅對手，可能拉遠咧，拉遠，可能拉遠。咁啊，拉遠就而家要問下謝嘉榮啦，因為佢啊。 即係個人啊，夠高大，夠健碩。你又點啊？大家好，同大家誒先休息下先。我係香港隊嘅守門員謝嘉榮，都同大家拜個年先。咁祝大家龍馬精神啦，好似件波衫咁。龍馬精神，波衫梗係要正啦。好啦，跟住右手邊，哇！呢排嘅大紅人，亞洲杯入波有佢份，省港杯入波有佢份。今日今日冇龍門啦，我唔知佢點入波啦。陳少君，菲力，好高興嚟到呢度啦。咁祝大家出入平安。咁誒，多謝阿 Aaron 邀請我過嚟。咁啊，我哋都係合作無間，同埋玩都係無間啦。咁我係菲力仔。 香港隊嘅中場，呢個更犀利啦 ，Marcus 啊，張希賢 ，Hello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叫 Marcus 啦，咁我係踢香港隊嘅逆鋒啦，咁拜個早年先，祝大家步步高升啊！哇，步步高升喎，有啲含義喎，咁啊，當然要介紹下大家身上着緊嘅呢件波衫啦，係嘛，高文仔，咁啊，呢件波衫有啲咩特別嘅含義啊？冇錯啊，呢件就係 FC24今年農曆新年嘅龍年波衫啊，每年耶都會新出一件咧特別版嘅農曆新年波衫嘅，呢件就係今年嘅 限量版波衫啦，過年版啊嘛，特別版啊嘛，咁啊呢件限量版咧，其實就全球數量唔多嘅，咁喺遊戲世界入邊 UT 咧，大家都可以玩得到嘅，咁啊當然要問一下啲時裝界嘅達人先啦，謝嘉榮，我唔知道你係咪時裝界嘅達人啦，但係對件衫嘅設計啊、質感啊，你有咩評價？時裝界嘅達人喺嗰邊咧就可以再問問佢，但係我自己著衫咧就求舒服嘅啫，平同貴咧。 其實都唔係咁所謂，最好平啲啊。咁舒服就得啦，平之餘，想要夠獨特啊嘛。咁我知道即係講到獨特咧，菲力仔點解咁受得球迷嘅寵愛咧？佢除咗球技獨特、球品獨特之外，聽講你好多口味都好獨特嘅喎。獨特係一樣錢買唔到嘅嘢嚟啊嘛，好珍貴啊嘛。咁呢一件嘢係非常之獨特啦。我唔講佢個設計有幾好，或者個幾有幾舒服啦。佢獨特得嚟，佢係好限量嘅，分分鐘限量過香港隊嗰啲球衣嘅。 咁要問一問誒呢一邊嘅時裝大人，Marcus有少少紅嘅，因為咧佢着上去咧個觀感咧 feel 到咧同阿菲力咧兩個真係相比咧另一番風味，又有咩風味咧？佢係成熟啲嘅風味，你係咧好潮流嘅風味，唔係話你唔潮，但係佢係更加潮咁解啫，係嘛 ，Marcus？ 我見到件衫啦，咁其實即係條龍喺度啦，好 sharp 型，即係基本上咧呢件波衫其實講嗰個顏色設計、造型各方面咧襯到住一住嘅。喂，既然係咁，冇理由嘥咗佢啦，梗係要再嚟玩下遊戲啦，係嘛？ 我一陣間咧就會將兩隊即係分成兩隊啦嚇，以一個網球較量嘅形式，可以踢翻個波過去，我就會每次咧都會問一條問題，睇下你哋答唔答得到啊 ？Ready？Ready 嚟得噶啦噃，嚟得。時間關係咧，已經係幫兩隊分晒組噶啦。左邊大步孖步啦，右邊進攻組合啦，驚天動地嘅進攻組合，高文仔加埋阿張希賢啦。好，開始得未？俾啲聲嚟聽下先啊，喂。 开波，开波先。你先啊，输个开先。好，听我鸡声啊，预备啊，预备，企好晒位未？靓波，顶过去，喺度喺度，度过度过。你嘅你嘅你嘅。哇！傻，大步孖步领先噶啦，1-0啊！ 要企入边，我企入边。唔好手啊，谢嘉颖，唔好手啊！哇，嚟嘅嚟嘅嚟嘅！哇哇哇！哇，话你俾牵制住，仲有，喂，唔系我俾，得 ，OK， 冇事，1-1。喂，OK，1-1，2-1，好啦。 为咗增加呢个游戏嘅难度咧，而家我就准备会问一条问题噶啦，咁啊，你哋准备答啦吓，答得啱同唔啱都系由我嚟决定嘅，你哋冇人可以质疑。系最后传过去嗰下答定系咩啊？交嗰下踢过去嗰下要讲，讲唔到咧，你如果迟咗咧，我都要催你嘅。每 team 答一个得啦，系咪真系？系答一个。OK，准备啦，俾啲简单嘅大家玩下先啦，好嘛？新年啊，食饭咧，啲长辈会问啲咩噶？开始。 今年要几钱利是？公民你答 ，K
纪念啊！依家哇，靓波！交完个女朋友未啊？琴日几点瞓？你嘅，你嘅，你嘅。喂，你答，你答，你答。嘉荣今晚要饮酒啊！呢个唔系问题。喂喂喂喂，嘉荣今晚要饮酒，后边句号嚟喎，句号嚟喎，句号嚟啊，梗系唔得。嗱，听住啦，阿 Marcus， 嗱，你哋三个啊，唔系，你哋四个都有去卡塔尔啦，我就考下你哋卡塔尔有咩嘢食，俾三秒你啊，三二。塔巴。你答。由阿肥，公民谂定谂定，牛肉啊，都得牛肉，麦当劳啊，麦当劳你麦当劳你应该踢过波过去啦，你又踢翻俾菲力，咁你答咗你又唔系，你一队答得过嘛？唔系，你冇啊，你过你答完之后要踢过去啊？唔系每一队答咗就得噶啦咩？冇啊，你踢翻俾菲力，我点知道你讲咩啊？你应该踢过去啊嘛？问题呢、這个容易啲啦，好嘛？俾啲切身处地啲啊！张希贤有啲咩优点啊？讲大话叻。即係明顯呢個唔係優點嚟啦！你成日講大話嘅咩？唔係啊，呢個已經係大話，已經係大話呢個。再嚟啦，講下謝嘉榮啦，好嘛？謝嘉榮嘅嗜好，中意唱歌，中意畫畫，踢波。哎呀！喂，冷靜啲，冷靜啲。問完佢兩個，梗係問阿菲力啦。呢、這個我諗都考到幾多人啊？陈少君未效力过的香港球队，余苑，公民谂到定我答？好啦，我嚟，我嚟，你嚟啊！顶过去，杰志女士队啊！哎呀，喂 ，OK， 好啦，再嚟啦！香港球坛左脚球员的好波之鞋，阿华顿，你答啦，安永佳，公民谂到，俾波你，俾波你，俾波你，你嘅，你嘅。陈俊一，嚟嘅嚟嘅，你你答啦，豪猪，豪猪 ，OK， 一讲呢啲就知你咩年代啊，真系。林柏霖、许云峰 ，OK， 许云峰 ，OK， 我兄弟林乐勤，我俾你，我俾你，喂，我谂唔到啊。卡塔尔啊，大家都知好闷啦，咁啊有咩活动好介绍啊？哇，好啊，哇。哇！我真的不知道呢啲喂，好嚟得睇房睇书，你有嘅咩？高文得唔得 ？OK， 去健身啊！你啊，菲力，睇日出，睇日出，得 OK OK， 继续继续，睇房休息 ，OK， 边度嚟？睇日落。加粗啊！喂，加粗，嗱，一齐踢过港队嘅队友啦。我答咩啊？入选过港队咯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谢嘉荣，你讲啊 ，Philip。张希贤 ，Come on， 你嘅，你嘅，你嘅，你有谂到？我谂到，谂到，谂到。啊 ，Philip， 我当你过啦，唔知俾 Philip 边个？陈伟豪，你嘅，你嘅，你嘅。好难看住有柴喎，高文。O K O K， 烂咗我只鞋。唔喺港超嘅外流球员啦，而家余子林，高文得唔得 ？O K， 拍到波，拍到波，后进桥。喂，你的波啊！欧永吉，太冇啦。边个球员衣着品味最差？公文仔你未必知啦，但你平时你行开行埋都见过噶嘛，啲球员衣着品味最差啊！我即刻谂到一个，我谂到，我讲先，我都俾我讲啦，你留俾我讲，你留。谢嘉荣，吓？喂喂，唔好出界喂。飞哥。OK。喂喂，要讲啊，要讲。喂，冇啦，冇啦，冇啦，冇啊！张怡，你弹咗过去，但你又讲唔到啊！系啊，边个球员讲嘢最唔经大脑？好，谢嘉荣，嚟，张希贤，200%。
謝嘉榮得威咗啲。嗱，决胜分啦，咁系喺完之前决胜分问条 FC 24嘅问题啦。唔知道大家知唔知 Team of the Year 啱啱呢季啊，系边十一位啦？哇，太容易啦，冇问题，太容易。我寻晚啱啱同阿达哥玩完，麦巴比，麦巴比，打 OK。云迪克，你嘅，我讲我讲，哇，你边个？梅西，哇，哈兰德。继续决胜分，继续 FC 24嘅问题好不好？如果俾你评分 ，FC 24边个香港球员系 rating 要高过90嘅？我俾定一个，我俾你一个提示你啊！喺亚洲杯入个波嗰啲，通常都多过90啊。咁 OK， 咁睇下系咪啊？谢嘉荣、叶鸿辉，好嘛 ？OK OK。喂，余子林，哇哇，好 ，OK， 最后一题啦。嗱，呢个因为决胜分啊嘛，决胜分嘅问题就系边位香港球员最多女性球迷或者系女性友人？谢嘉伟，哇，潘佩贤，陈少君。范佳，哇、哎、呢、這个啱啊，系要赢要赢啦，冇冇俾我。陈俊欣，过噶过噶，得气得。哇，佳，我讲咗，我讲咗，我谂唔到啊！你求其讲个名出嚟都有啦，我谂唔到噶嘛。OK， 结果咧系呢边攻击队张起贤加曲文仔赢啊！哇，掌声掌声！惩罚啦喂！你咩一千球喎？而家咁样嘅啲实力，你睇我个拍档啦，你睇下我问边个？谢嘉伟搞唔掂啊，系咪？谢嘉伟 ，OK 啦，咁啊，个脑又唔得，只脚又唔得。OK， 好啦，呢、這个惩罚咧就系叫攞头彩啊！咁啊，见到阿高文仔同阿张希贤咧，咁啊准备定啦，咁啊阿陈少君咧头顶咧就摆咗个樽嘅，咁啊点样攞头彩咧？射冧咗个樽。咁啊 OK 噶啦，咁啊次数越快越好啦，好唔好啊？嗱，唔准抽呢位啫 ，OK。好似嘉年华咁啊，喂，嘉年华咁啊，喂，哇喺你，哇烂咗只鞋。你依家系惩罚人定惩罚自己啊？再嚟啊，再嚟啊，要波识啦。哇，都近喎呢个。系、哎、，Marcus 唔使出手啦。好，咁啊，谢嘉荣啊，谢嘉荣啊。嗱，你啊而家做紧全港女球迷最想做嘅嘢啦，就系、是、射爆谢嘉荣啊！哎，唔好意思啊，唔好意思，哎呀，唔好意思，疏，我完到复选，我完到复选，继续。提醒你系瞄住头顶，唔系瞄住其他头啊！系。好嘅。好啦，遊戲玩完啦，咁啊少不免，咁啊有贏有輸啦，咁啊 Marcus 同阿曲文仔咧過足癮啦。喂，咁但係講到玩遊戲，嗱 FC 24今年大家都知道好多嘢咧都有全新嘅改革嘅。先要睇下 Marcus， 因為你我知道你都有玩好多喎。少少啦，咁我其實玩開 UT 啦，咁因為最近抽咗個包啦，抽到Team of the Year 嘅 C 朗啦，即係你一聽到 C 朗都知係咩料啦。硬料啦，自己不嬲都有開打，即係有打開 UT 啦。Will Andy 行你都十幾 win 噶啦，咁唔使多講啦。十幾 win， 你未遇到佢哋啫。可能係可以打二十場咯。但係咁我贏十幾 win 咁 OK 啦 ，OK 啦。即係而家有埋 C 朗啦，玩曬啦。其實唉，算啦，唔使打啦。OK。全球玩家都唔夠你嚟啦。冇啊冇啊，應該冇，應該未必夠我打。好啦，咁啊問下謝嘉榮啦。嗱，謝嘉榮就未必係玩 UT 啦，你係玩咩先？我自己會中意玩普及多啲嘅，可以自己控制一個球嘅，即係控制可以揀咩位置都得啦。咁自己平時手開籠嘅話，就打機入面就唔會揀翻手籠噶啦。就揀翻龍門嘅敵人啦，揀前鋒啦，因為其實自己骨子入面咧係一個進攻嘅心喺度，但係可能球技限制，咁自己都係揀翻守門員。見到啊，麥輝爺，啱啱比賽嗰個見到啊，大家可以睇翻啦，我唔係睇得好差，其實都係啲問題有啲難咁。都唔係特別好啦，你見到我一個人 carry 隊波啊，睇下一間邊個最差啦，下一回帶噶嘛。咁啊，菲力，你又有啲咩好嘅遊戲模式推介俾大家？我不嬲。大家都知道啊，係呢一個 Career Mode 嘅支持者嚟嘅。咁今年都用咗幾百個鐘頭去玩嘅。咁今年係
好咗好多，我中意咗今年係增咗好多，係吸引到我哋玩家去真係投入嘅。咁就算去到啱啱喺卡塔爾，我哋喺房度亞洲杯嗰陣，我都係差唔多每日都會打一打噶啦。咁我唔係好認同啱啱 Marcus 講嘅嘢嘅，佢未遇到對手啫。大家都知道，因為Pullman 就手下敗將，你就事情唔係好個皮啦，你知道嘅呢樣嘢。即係未到嗰個級數啦，或者一日可能到，但係今日未得。要 train 下啦。好啦，咁今年遊戲世界有咁多嘅變化，有咁多正嘢玩，梗係要交俾阿 Pullman 仔呢個遊戲王幫我哋總結一下啦。冇錯，今年 FC 24咧越嚟越真實啦，又有 high promotion 嘅技術啦，球場嘅畫面同埋物理上啊，球員嘅物理、粒波嘅物理都好咗唔少，令到玩家更加投入啊！而家 PS Store 入邊去購買咧有35折嘅優惠，電腦 PC 版啊有3折嘅優惠，所以未買 FC 24嘅大家咧快啲去買啦！喂 ，OK 啦，好啦，咁啊，大年初一再次喺度同大家拜個早年好嘛？好，祝大家新年快樂，身體健康。好，我哋食飯咯。OK， 再見，拜拜。知道大家已經急不及待想睇 FC 24用呢件農曆新年限量版嘅龍年波衫啦！只要完成 FC 24目標入邊嘅小組任務，就可以得到佢噶啦！快啲開 game 玩啦！